Hello 啊，各位好啊，阿布主又来了。今天呢，我来吃这个啊，日本帝国海军的一个什么咖喱啊，这个是个仿制版的啊，日式的海军咖喱，大日本帝国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啊，海军咖喱啊，这个东西三人份，这玩意儿是我前一段时间从日本代购的啊，一份这个大概是买下带路费大将近400块钱啊，400块钱之后打开呢，就是三包咖喱，一包100多。这个东西我看了看，应该是个牛肉的咖喱啊。我找人翻译了一下后边这个配料，咱们看一下这个配料啊。哎，这样。然后这个配料说的是啊，牛肉、糖，然后猪油、洋葱、大蒜、胡萝卜、土豆，然后这什么牛奶、咖喱粉啊，人参，这个人参就是胡萝卜，哈哈，然后什么一大堆。嘎嘎嘎嘎嘎啦嘎嘎乱七八糟东西啊。吃的话就是啊，这个隔水加热，或者是拿出来放到容器里，然后用微波炉加热。然后这儿写的是什么啊，这儿写的是介绍啊，明治时代啊，说到洋食啊，说到西餐就是指的咖喱饭。然后正式引进这种文明开化的象征啊，是咖喱饭是由这个横须贺为发祥地的旧日本帝国海军啊，然后经过武冈这个鹤武冈佐世保港等旧日本海军的镇守府啊，发扬到全国，然后这个推进到全国，然后怎么着，然后这个日本的海军风味咖喱深受好评，然后吃这个咖喱要求祈求和平，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啊，胡说八道，日本人能祈求和平，真是啊，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就相当于一个现代版的仿制的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粮啊，小鬼子要招魂呢 啊，好吧，说到这儿啊，我来试试他这个啊，大日本帝国横须贺啊，大日本帝国海军横须贺镇守府海军咖喱，切，这个东西啊，摸了摸里边全是汤，没什么固体的东西啊，人参在哪里？然后就是还是这配料什么的和那个一样啊，然后说这个啊，加工方法啊，和这个野菜就是蔬菜啊一起煮，然后或者是做好了浇在这个啊炒好做好的这个蔬菜和这个米饭上边吃啊，然后这个加热方法就是用热水烫，然后就是放到微波炉容器里加热。好，我来热一热试试它。好了啊，现在我已经啊炒了一份这个啊，配菜啊，然后把这个哎，用热水烫了一下它这个咖喱啊，装在一起。它既然说是可以和这个浇在这个米饭和蔬菜上吃啊，我就按照它这个样子做一做。我这炒了点洋葱啊、土豆和这个胡萝卜啊，然后把它这个啊烫咖喱，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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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还不愿意开是吧？打开你，然后一堆咖喱汤浇在上面，哟，一堆褐色的咖喱汤。好了，看来就是这么多，我来尝一尝它。啊，再把这个咖喱倒一倒。一碗褐色的咖喱汤，有没有非常有食欲啊？谁看了这东西非常有食欲？现在呢，咱们来尝一尝啊，尝一尝它这个啊，日本帝国海军咖喱，倒出来之后有一块肉啊，可以明显看到有一块肉，然后就没有了，就全是汤。我来把这些配菜和这个米饭搅拌一下，然后吃它一口。这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是一般的咖喱。嗯，怎么说呢？你超市买那种微辣的咖喱，就是这玩意儿。或者是你去那个吉野家之类的地方点一份日式的咖喱饭，
吃起来和这个一个味道。和配菜搭在一起吃，怎么说呢？只能说并不难吃。要说有多好吃呢，哈哈，也称不上多好吃，就是很普通的日式的咖喱饭。总的来说吧，味道一点不辣。如果是按咱们超市买的这种咖喱蒜的话，就是最初级的，最初级的辣度，一点也不辣，吃起来还蛮香的。咀嚼的话，香料味还比较浓，而且我感觉买的很冤枉。你想看，我买这一份将近400块钱，这一份都100多啊，100多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日式的咖喱汤啊，而且还没有配菜，就里边这个顶头有一块牛肉。哎，我来把那个牛肉捞出来，怎么也得把牛肉吃了呀，对吧？哎，捞出来，我吃了它，看看，这是里边唯一的一块牛肉，大日本帝国的牛肉啊，很普通的牛肉，没什么蔬菜，就这东西，好吧。吃了这个很令人失望的日本帝国海军咖喱，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就是普通的咖喱。此外，还是要警示日本，卖这种东西，怎么？你们想招魂吗？这些啊，小日本。好了，今天我这个这一份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海军横须贺镇守府海军咖喱就吃到这儿，很普通的一份日式的咖喱汤啊，还称不上咖喱饭，就是一个咖喱的配料汤啊。味道怎么说呢？可以接受，一般的咖喱的味道，还行，称不上多出彩啊。好吧，我今天就吃到这里，各位再见，拜拜。下边是抽奖时间。我上回直播的时候说过啊，我这个做这期视频，我要把这个剩下的这份咖喱抽奖抽出去。我这回就在我这个微博吧，微博啊，搜索袁书地方天元啊，搜索我的这个微博，然后关注之后啊，就找这一期这个海军咖喱的视频啊，然后在里面留言啊，然后我从里边用他那个微博那个抽奖功能从里边抽奖，抽到了谁，我跟你联系，把这一个咖喱送给你，好吧，拜拜。